么轻快美妙。四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，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？花花世界，鸳鸯蝴蝶。刚远远的就看到一条冬瓜抱着一个琵琶。我也叫随便女子十二乐坊，你怎样？但你那琴感觉好像有点太小。西西姐，两个看哪个在屌啊？其实这个琴在别人的身上看起来很大，是在他身上看起来就很小了。对啊，真的嘞。一共一个这柳琴。柳树的，好像琵琶。对对对，它就是也起源哈。但是刚那四大金刚不是有一个拿琵琶？有。哎，那是山东有人哎，乞丐兄弟他们逃难去庙里面看到这个四大金刚的这个，然后一讲哎，那你再把木头雕成这个去街头卖艺啊？后来就因为这样子，这个乐器就传开来了。对，而且它是我们中国的弹拨乐器最高音的弹拨乐器。好哦，哎哦，啊，什么叫什么人跟你合作？今天钦点我的女神，我们的可丽姐，因为那个。制作单位有说，这么大家店很出席收尾郎，只有可丽姐的气质配得起我的乐器，这样子。古典美，嘿，古典美呢？啊，我们两个是要运到厕所旁边。没有，你两个是最好的听众，跟钟平哥一样啊，嘿。男神，男神。上面挂没有？哎，新鸳鸯蝴蝶梦。哦，新鸳鸯。嘿嘿，你也要？可以啦，那首歌很当时很红。柳琴配上你的，会不会很怪？不会不会不会，好像可以，气质好像还不错。气质一定是没有问题的。对对对，新鸳鸯蝴蝶梦。哦，绣花怕破花姐，来，柳青跑去办。哇哦，哎，好有气质哦。昨日像那东流水，离我远去不可留。今日乱我心，多烦忧。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。明朝清风似漂流，由来只有新人笑，有谁听见旧人哭？爱情两个字好辛苦，是要问一个明白，还是要匆匆糊涂？知多知少难知足，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，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？花花世界，鸳鸯蝴蝶，在人间一世天，何苦要上青天？不如温柔同眠。招伟认真起来也很帅呢，也真的不错哎，真的呢。我忘了端个铁，什么来变杰郎？真的耶，会变一个人，会变一个人，对，真的真的。刚远远的就看到一条冬瓜抱着一个琵琶，认真一点，为什么要把我拉回现实？但是弄起来这块那个琴哦，嘿，他不能伴奏，对不对？他没办法伴奏，因为他在国乐团里面哈，他就是一个领奏的乐器，他弹主旋律，就主旋律。对对对对，其实我们真的要尊重这个乐器，是这个人，我们下次再尊重。那讲到乐器呢，王中平嘛是，哎，金曲歌王，中平哥也是厉害的哦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不得了了，哇哇哇，一个人带着七八种乐器，你这嘛是你北平唐牛啊？因为都讲好，看赵伟安你好，哎，很帅嘞，很帅，美嘞，所以很美。他是不是后面还有一个鼓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哎。他在平潭游啊，丢丢丢丢，真有儿子的大玩偶哦，一人乐队，嘿啦，阿兰的徐生公哦，也有练一点点这样子啦，啊，所以跨年夜表演啊，你哦，我想说呢，也拿出来玩一下，现在这样给他难看的，等一下啦，我把点过好的，好的好变，请问什么歌？啊不，迄个有一首歌叫做《车站》，哦，那他刚好那个口琴是口琴也。哦，再加上吉他，啊，但是你要注意哦，哈，这是口琴哦，这是麦鼓，你唔当去干麦鼓，爱注意，爱注意，哎，吴世尊嘞，对对对，怕婆啊，这。
火车已经到车站，阮的心头渐渐重，看人欢喜来接亲人，阮是伤心来相送。无情的喇叭声音，声声等，我台边依然写心所爱的人。火车已经过车站，阮的眼眶已经红，请通来心爱的人，只有期待夜夜梦。好美哦！哇哦！哎，都很有才华。真的真的，尤其是吼，你的本来哈莫你看时阵，安尼眼神吼，目睭开开，你看，哎，你可不可以？目睭开开，你个看麦，看有足像的足侪文坛的迄款。哎，我头一摆看可丽，看一个人看，哎，真的真的，啊，不，恁两个到底哪？不，恁两个到底？我改到底。对啊对啊，于浩然边咯。对啊。你要做浩然。我们两个是演过夫妻啊，哦，真的哦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不会吹口琴，应该会吹口哨吧？会，对，口哨一样吧？没办法，我懂，哎，我吹口哨，你别绑出来啊！我去雕瓜，哦，展现吹口哨的技巧。哎，老师，你告诉我，我教你就知哈，来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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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我爱吹口哨，骑着单车快跑，多么轻快美妙。来来来，哎，阿玲姐是当这是安那放尿的？哎，奇怪，我以前真的可以耶。你修炼起来好不好？为什么会现在不行？练一下，练一下。这跟更年期有关系吗？我爱吹口哨，骑着单车快跑。多么轻快美妙！我没要补，我从小到大都不会。我会，我以前我放弃拍摄妞妞，我对不起。放过我，有了，我有了，我有了，有了，有了吗？有了，我有了。再给他一次机会。那我爱吹口哨，骑着单车快跑，多么轻快美妙。有了，有一点点的，我记得嘛。滴了两滴出来。有人不明，来来来来，吹口哨可以吗？女孩子可以。你也是一点点哦，那跟我一样啊。杂波可以吗？都还怎样哈？好嘞，先为杂波囡仔来。我爱吹口哨，骑着单车快跑，多么轻快美妙。敲门。这才是什么叫？好像那个画眉鸟，什么画眉鸟？画眉鸟是阿拉嘎嫂，吼。第二个，来，第二位，怎么给呢？先试一下。我爱吹口哨，骑着单车快跑，多么轻快美妙。你那是怪麦克风声哟。来，谢谢两位，谢谢两位，谢谢我们的乡亲朋友。哇，哎，真厉害了。
是哦，真好，爱歌有节奏，嗯，爱歌有那个音阶哈，不没有那么容易。其实歌手不人工一定爱养乐器，对不对？真的真的真的，那是你特殊。对，因为他当时一个人要卖那个蛔虫药不容易啊。哎，但是说实在，在这个社会上哦，是真的努力的人真的非常非常多。只要你不放弃，你自然就可以闯出一片天。哎呦，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呢，其实他从小呢就被诊断出有那个先天性的自闭症。哦，对。但是，所以他的语言的表达能力一直停留在3岁左右。但是他靠着钢琴的演奏呢，来去表达、陈述他内心的一些情感。而且他还得过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声障者国际钢琴大赛的首奖。帕婆啊，非常优秀，飞越自己的障碍了。是是是。也许呢，上天呢，真的帮你呢关了一扇窗，是会帮你开一个大门。是。哎，今天来到现场了吗？没错没错。来 ，Ladies and Gentlemen。那介绍天才钢琴音乐家李尚轩，怕不怕的？好帅哦！哇，哎，我看你没有在看谱哎，你这些字都背起来了吗？而且他不是只有手指头弹哦，嗯，他还要换那个音阶、换节奏哎，对，你要起那个按那个节奏键啊。哦，而且我还有看到他在边弹边跳，你知道吗？有卡波，哦，他内心里面有一个节奏器。是啊，是。这个呢，这上次我的那脑块只是点了，叫做海上钢琴师。对对对，不得了，他那个手法。是啊。刚刚呢，我们詹老师已经流眼泪了，已经递出辞呈。阿内，来来来，尚轩，你学多久了？5岁开始学琴。那你今年几岁了？36岁。5岁，所以31年。31年哦，是是是是，那个也得李妈妈签个单。来，掌声欢迎，来，这位阿布来，阿布，辛勤的妈妈。哦，哇，妈妈你好。你好，是是是是，大家好，是，哇，今天妈妈应该是比所有的妈妈都对我呢3倍、5倍、10倍的心情来顾这个囝，是不是来聊一聊？当当时去发现咱家己的囝，嗯，是这个状况的时阵，你的心情安怎？嗯，一开始的时阵，我根本都无相信。嗯哼，因为伊生做足水的，缘投，将才。哎呀，啊个足巧的。是。啊，所以大家拢甲我讲是大只鸡慢啼。哎呦，
嘿啊，所以我嘛无要相信，嘛无要相信。嗯，尤其是讲，我去看过迄个规个迄个特殊的机构了后，是感觉讲无可能，因为确实讲，我那家送去遐，是毋是电脑较严重？当当时的感觉是安尼，是是是，所以就同阿哥家继续藏伫厝的。啊，你甲藏咧？啊，有啥物误会时阵，发现讲伊会对这个钢琴、对这个音阶有这个天分咧？因为讲到加三岁半的时阵咯，伊的自闭症的现象吼，已经拢渐渐已经明显起来。哦，明显起来。哦。系啊，就一直安尼拢无法度通啊正常啊。咱咧讲话，伊嘛袂听啊，啊叫啊叫袂听，问啊袂应，啊嘛袂晓讲话啊，逐项拢袂晓啊，啊所以你唔承认嘛无法度啊，是，嘿啊，啊所以不得不说，就一定爱讲，带出来做，早疗啦，然后早期疗愈啦，嘛是要接受啦，吼，对啊，通过咱咧当看到迄个画面，是，妈妈伫半暝的当中。看到家己的囡仔安尼，有时啊心酸，唔知要去甲什么人讲。第二天晚上天一光，还阁抱咱的囝，去找倒一个出名的医生，有啥物较好用的方法，会当让咱的囡仔甲别人同款。是妈妈，一定有多少个夜晚，自己偷偷的在那边掉眼泪，当当时的心情是安怎？当当时的心情啊，真正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啊！哎呀，无法度人啊讲起啊！哎呀，唔好去讲了，等下目屎流落来就出歹看。安尼啦，总是这大汉啦，吼。